放去。直接用拳头锤，快锤快锤死了！队友已经拿到枪了。对啊，三龙他打两个，我打三个，哇，真的是没有枪啊！我刚才，哎呦，楠楠好像是谁身上本来是有一个 PP 野牛的，没有换好子弹吗？这波要上吗？喷子啊，知道的呀。还要来吗？哎，我走，等队友，不着急。反正现在 USD 也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嘛。是的。来一个。就算被放倒一个兄弟也不担心啊。他已经快没子弹了。再来一个。哎呦，没办法。太难了。USG 这个队伍它其实是补位啊，就是抓单，因为天霸有点远的，哇，崔在崔基一，哎呀，我刚想说这个怎么有枪械在打崔基一啊？这是原点天路的枪械吧？很远吧？是，就在那个，就是很差不多，上城区城头的位置。哦。这一波的减员啊，再加上上一把在初期的减员，今天他还在找崔西吗？难道？对，在找。我的乖乖，这边的话也是，哎呀，巨斧，巨斧，哎，倒了两个，小杨打了一个，小杨，完蛋了，又来一个，哎呦。今天人太多了，尽力了呀。还有一个兄弟在哪里？小宇宙找一个最好防守的点，他这个点位是最好防守的，相比左边那个大白楼的位置还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枪栓狙啊！把小明狙了下来。对。然后又不变不直接报了上一局的仇。好快的枪，但还是得小心啊！大家现在都是一个转移的过程。这有埋伏，但是人不多啊，天怕的人，打两个，小心小唐。小唐倒了之后，立刻林树还在，只有龙仔了。哇！哎呦喂！好快的枪，感觉。第二把状态全回来，被冲散了。是，看能不能防下来了。啊！最后龙珠犬还是被林叔给带走了。我们这波怎么说呢？就是算一波内耗啊！这几支队伍耗的差不多，把人耗没了。他也笃定了你这边位置，也没有找不到一个好的突破口。啊！小宇宙也没了。脚步，这颗雷有没有？有了，先炸一个。听脚步声，再来一波预判。听到一个，这颗雷感觉很贤惠。哎呀，炸了一半，炸了两把，可以爬进去。开始，哎，这特意的枪线是谁？哇，骄阳，现在是小北了，就是小北去跟对手一 v 一 battle， 但小东一点，找一波机会，直接翻过来。这叫床的声音，哎，哇，直接是。对方是个喷子，起身一喷，对啊，他对面是个喷子，逮到这波机会了，直接过来要去收掉 USG。哎，打一个，小心队友呢，别着急，红头。队友好像给二楼也丢了投注物的啊，刚说完。这是补的吧？这是补的吗？哎，好像是完事了啊，解决了。最后一个人清的时候小心点。对面是什么枪？对面应该没有喷的了。他其实天幕现在就算不起你，他也知道 US 这个人进不来，就看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对策了。想走，这个把枪换回来点啊，他这个点现在。单圈呀，三圈，32个生存。主要是我感觉就是那一波转移，像 GBLFM 他们那一波大转移，那时候还记得吗？就那波转移其实耗减员比较多的，这谁过去都不容易，都很难，就大家都要行吧，就还行，好吧，就是后续，
能给他一个圈边往山上后续推还挺好的，就怕一直这山上有人踩着，那边还有枪线，就跟着在这房子里什么也干不了。啊 ，KDF 也摸到近点，走位很灵活。是的。哎呀，全收啊！但依旧抵抗不了。小心一点吧。哦，看到一辆车，只是在防范。继续往前走的话，其实，位置肯定是有的啊，就看 Pyro 什么时候选择。能进圈，这零数真的是有点东西啊，真的有点东西啊啊！掉线了吗？这个反应太快了，还是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掉线了，打就是啊。哎呀，这应该是在移动中掉线了之后，你会对你会人会一直往前走的。怪不枪子，开枪就是头，打了一万一，我打两个，马云龙，然后现在 AZ 要赶紧上来，双方这边是一个一打一 ，MTY 枪线也到了，嗯，蓝圈里还有 USG 的独狼要小心呐，独狼感觉出不来了，我这背身 FPY 的一个枪线的话非常限制 AZ 啊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，是的，小杨回头赶紧看。USG 嗯，看看那个独狼到底在哪？开不开？这个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了。直接一击毙命那种，没问题，很漂亮啊！车，哎呀，哇哇，对面这个枪也太准了吧！两条枪线同时，哦，两条，对对，是的。你看他同时就是一瞬间中了两发子弹那种感觉，就没血了，嗯，就已经。对，阿卡德和大史哥。太快了，是了，四圈吧，应该正儿八经应该是四圈就开始泡蓝泡这个蓝圈了。他还在插，还在插，哎呀，他还是被 spear 被打掉了。我怎么感觉要是没被发现，他说不定能进圈呢？对吗？对，四四四三，打起来了。经济不能拉吗？他们可以往右下走吗？这边有一队，一边，不劝了，来，不劝了是吗？来，往右下走。感觉他们信息记得还是蛮清楚的，是的。Genji 和 KDF 已经打起来了，这对于周边的队伍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可以稍微往前面压一压。FY 也是在行动的一个路上，而且 GX 的话也被放到一个，现在 FY 是属于第四方，就是观战。我远点抽。嗯，而且从他们的队内语音来听出来，他们是选择在这个时候选择一队去打了，而不是在边缘 OP。就打过点，哎，差一枪。哎呀。都是屁股，快打！还有一个，全是打！狂抽，猛抽！是的，快打！快出来追着奸计打，这波过点直接给到奸计放在这个位置，放在这个位置难，好难打，能不能打一个？再打一个！好绝！哎呀，这波太难了，的太快了！没有奸计，好，没问题。哇，龙三这一波太稳了。到的好及时啊，但这个是的，再拉，就这个位置，嗯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再来一个色身救甲，把他夹在这个出号，一打一，点位有点远，卡着，直架就可以了，有把没有烟吧？他是不是应该烟弹用完了？嗯，把人先把分数补了，如果有。哇，他在骗，但是这波的走位还是损耗了比较多的血量。再去一下，马上要动了，这个过点，下一枪啊，没子弹了，换步枪扫射一波。对面受迫于这个蓝圈的伤压力，哇，这是两枪头啊！这个 Rainbow， 这个人，哇，最后那波滑小滑。